大家好，我是 YG 五百周业预测，今天是7月29号，我们再预测一下下个月的狗狗币的价格走向，八月份狗狗币的价格走向。昨天是1.3毛，这是昨天摇的卦，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卦。我对这个卦的解读是这样的，大盘行情受到第三方的做空力量的操纵，在打压价格后有拉升的意图，所以在中旬后价格有上扬的迹象。狗狗币它的价格在中旬以后，至少在半个月十天以后吧，它有上升的迹象，所以建议大家对狗狗币可以快速的上下车。它是在1.2毛，在中旬有上升的迹象，它的价格是1.2毛到1.8毛之间啊。这个价格是作为参考用的，我说1.2毛到1.8毛也不一定会涨到1.8毛，它是价格的区间啊，说明狗狗币在八月份会有上扬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啊，它至少不可能再低，它会有上扬啊，这是八月份狗狗币的价格，就是在经过了一番打压以后，价格下跌以后会上扬。那么这几天马上就要进入八月份了，那么大特别是8月5号以后吧，大家看一看它的价格是不是有上扬啊。好，这个视频就讲到这里，祝大家发财。